Go.刚才这一幕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滑稽？但是接下来我让大家看一个视频，你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。他是他曾经和落入我梦境的幻想，万面星星为你。两个不同的画面，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有，因为可可他就非常强势。咱们这个小画面当中，这只狗同样很强势。这个主人拿那个食物吃去喂狗，狗吃了之后，当主人用手去摸它的一瞬间，直接把手给咬到了。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心凉？觉得我对它这么好，它为什么还要咬我？这里面咱们分析一下，首先这只狗奔着食物来，它没有感觉这个食物是主人给予的，不是你给它的，是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来的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就是这只狗平时在家里面非常的霸道，霸占地盘，有优先权，这个毋庸置疑肯定是存在的。因为咱们可以看这只狗它本身性格没有问题。第三点，当人的手在狗的头上这样压下去的时候，给狗是一种压力，你对它来说是一种挑衅，所以它咬人也能够理解。我们反复的强调，你对狗越强势越强硬，狗越听话，就是你对待狗的时候态度一定要非常的果断，尽量少用语言，话语要少一点，肢体语言要多一点，要强硬一点，不要轻轻的跟挠痒痒似的拍一下，没有用。狗这种动物它能够非常清楚地分析你的行为的强弱关系。大家也看到了，我们经常会在视频当中拍一些关于把狗狗压在地上的视频，是吧？曾经有些人呢是持反对的意见的，他说你这种阿尔法原则呢，对于某一小部分狗合适，对大部分狗不合适。我们不这样认为，因为我们接触的狗非常多，狗狗在我们面前的行为它是没有半点的保留的，它不会给你装，不像人一样是可以伪装的。所以如果狗在你面前它不服从，就直接代表了它是拒绝这种压迫。那一只小狗到了新家庭之后，如果新的主人对待的方式非常的温柔，舍不得打，舍不得骂，甚至呢纵容它上沙发上床，所有的空间都可以随意出入，这正好符合了狗在群体当中获得权利的一种方式。
那他就会越来越强势，慢慢的就会发展成鸟人、护食，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。而且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，到现在为止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了，都没有出现过护食咬人的行为。很多人觉得我们在对待小狗的方式太粗暴，但是大家知道吗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我们希望这只狗尽快的适应这种压力，我们不希望将来它有风险去咬人，因为一旦出现了护食咬人的行为，这个行为就非常根深蒂固。在这可以提一句啊，大家知道吗，如果训犬师去接一只狗的训练，如果这只狗超过一岁并且出现过咬人行为，那这个训练费用会大幅增加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想，狗一旦掌握了这种强势的地位，它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，这在动物本能当中就属于它生存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筹码。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片段啊，这是我在宠物医院碰到的一只小杜宾犬，看月龄呢大概是在6-7个月左右，它已经有了一定的护卫的意识了，因为它一直盯着我叫。然后呢我就靠近笼子，我猛拍笼子一下，先给它一种震慑，代表我没有怕它。瞬间它的状态就变了，它的眼神就变了。然后我等它安静下来之后，打开笼子，再主动慢慢去接近它。接近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手不能从上往下去压，你这样这个挑衅行为太明显了。我会主动的把手放在离它有一定的安全距离的范围内，一来呢我是保护自己不会轻易被咬到，我可以躲开；第二呢我不会给它太大的压力，我让它主动去闻我的手。按说6-7个月的狗应该不会那么凶，但是杜宾犬呢对于陌生人可能会比较抵触一些，所以我也比较小心。当它闻了我的手以后，我就轻轻地碰了它鼻子一下，然后摸它下巴一下，再轻轻地碰它头一下，逐渐地让它适应我对它的接触。大家注意看后面我这个动作哈，我在跟它稍微熟悉之后，我会在它身上用力地拍打，这个力度会越来越大。当我们在接触一只狗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动作非常的轻微，对他们来说是有威胁的，你是在偷袭它。见过狗或者是猫它在偷袭其他猎物的时候是匍匐前进，慢慢的，是不是？如果人的动作在他们面前，尤其是在他的背后轻轻的去接触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威胁。当我跟他有接触之后，我对他的力度会越来越大，让他知道我的力量感。那这种互动方式呢也会增加我们之间的信任关系，我在他面前没有任何保留，没有偷偷摸摸的。接下来呢，我去把可可给赶回来，大家看我在对待他的时候这个方式是怎样的，再就是大家是不是能够认可这种方式。回去。